省略的可是。谢谢你啊。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啊。嗯。哎，你感觉到了，特别好凉爽，不好意思，热了。是吧？没有风凉感觉到了。就像没盖被子一样。很多。上来点。他们剪图案好丑。嗯，不丑啊。不是，你肯定不能剪得太明显。你同事的头发有？休息一下啊。